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我们回到这个课程当中啊，昨天是讲到第九点，啊，重视啊，领悟，重视悟性，在《论语》当中。 子贡问夫子一个问题，说到呢，贫而无产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是吧？啊，那孔子回答说，啊，这样是不错了，但是更好是什么？贫而乐，富而好礼，啊，这样境界更高。 啊！结果子贡回答道：“啊，老师，你这个意思是不是就像《诗经》一样说的啊？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是不是这个意境？啊？那你看子贡能做这样的一个领悟回应，代表他不是知识性的学习吧？” 他是用心去感悟的，啊，那他这么回应呢？啊，孔子就很欢喜，啊，跟子贡说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可以跟你谈什么了？诗,诗啊，是可与言师矣也矣。告诸往而知来者，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他可以举一呀、啊，反三呢、啊。 他有这种悟性，可以去联想，可以去推理，可以去反观。啊，比方说我们《诗经》第一首《关关雎鸠》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那这个《关雎》这一篇，就是指这个。 居究这个鸟类，啊，那它是表的法，好，就是他找伴侣啊，只有找一个对象，啊，他不会找很多对象，啊，那他就是表这个夫妇的这个相处，夫妇之德。 那它延伸就是，它用鸟类来提醒我们人，让我们懂得去反观、去领悟，啊，啊，就像《大学》里面有一句，呃，说到“民满黄鸟，止于秋雨，子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啊，那这个其实《关雎》的意境跟《大学》这一集。 这一段经教，它的意境都是一样的。它在表一个法，让我们去反观，甚至于进一步让我们去效法学习。哦，所以这个是懂的、领悟啊，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、哦。我们又有一句俗话讲。 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那假如是用这样的心境去学习呀，啊，那人同此心，啊、哦，那他是这个感受，可能很多人都是一样有这样的感受，啊、哦，他是这个经历，所以很可能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。 那就懂得啊啊，在一个地方啊，领悟到一切的地方啊。我们华严里面讲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好，举个例子，师长老人家讲经的时候啊，有说到这个夫妇相处之道。 有一句真言，啊，这一句真言大家熟悉吧？啊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，啊，就是这一句教诲啊，可以让夫妇呢白头偕老，和乐相处，就一句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不在多哈、啊。 这一句能时刻不离呀，就能达到夫妇的和乐。这一句好不好做啊、嗯？不好做哈、啊。这一句也是普贤行、啊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。那我们看呢？普贤十愿呢？他是一愿一愿呢，提升上去哦、啊。 第一愿是最重要的基础啊！你没有这一个基础，后面要干干不起来哦。基础是什么？礼敬诸佛。我们为什么会见另一半的过，会见他人的过？因为我们不相信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不相信。 本觉本有，我们不相信不觉本无。我们现在相信什么？我们的相信刚好颠倒，啊，把他的假的当真的，把他的真的呢都觉得没有。你看他那一副德性，气死我了！啊，他那个德性是什么习性？ 是妄心，佛家用这个字好不好？妄心，妄是什么？假的，没有的。啊，所以达摩祖师的雕像啊，啊，一般这个木制品，刻达摩祖师都是哪个姿势比较多？就是这样，你们没看过吗？啊，我家里有一尊。 很早以前，到一个佛寺去把他请回来，他那个锁就是这样，这什么意思？把心拿来，虚妄的东西怎么会有？所以拿不出来啊！密星了不可得。啊，所以师长老人家说，我们这个时代认假不认真啊，所以这个。 必须要啊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就我们为什么很难做？因为我们还没搞明白这些道理。好，像理上都懂，但是这种理解领悟的不够深刻。为什么我们要长期熏修？啊，越熏呢、啊，这个金刚种子越坚固。 遇到境界可以起关照，他就有力量了啊！好，所以礼敬诸佛是第一个重要。真正相信这一点呢，看另一半、看一切的人，提起来啊，他本觉本有啊，不觉本无，你不会放在心上。啊，那因为你相信他本觉本有，在这个信的基础上。 他有什么优点出现呢？你就很容易看到、发现，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是称赞如来，就容易提起来。啊，那师长老人家指导的是，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。啊，其实也是做一个。 我们一个惯性的转变呢？啊，《弟子规》上说：“恩欲报，怨欲忘。”啊，我们本来的习惯是，恩欲，恩容易忘，不是故意要忘的了；，怨容易啊，放在心上，甚至于是。 几年的交情，可能一件事啊，我们就只盯着这一个不欢喜，只盯着这一句不顺耳的话，啊，前面几年这个朋友对我的好，通通都提不起来了。啊，但是这样的心态呀、啊，是很薄福的心态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修福啊，从那里修起？ 心量要大，要能包容。啊，面对别人恶意啊，要能善解。哦，所以量大福大。啊，我们今天师长老人家的课程，啊，讲的是师恩。 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好，而在这两集的开示当中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，就是啊，你对道理要圆融的明白啊，你不能着相的去明白。 黄念祖老居士啊，常常都会提到，哦，他说，一个人缘解，经叫缘解，他修一天呢、啊，超过一个没有缘解的人修一节，一节长不长？很长。 所以听经明理也非常重要，啊，比方说修布施，啊着相的人，啊他可能布施一文钱，他等着，哎呀，我求那个果报，那他绝对会有果报，但是果报就可能是这个财布施得财富，又回来一块一毛钱，是吧？但是你缘解以后。 那你懂得三轮体空，内不见己，外不见人，终不见所持之物。啊，那斗数可以消众无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。你修的都是满善。 啊，就像啊，好像昨天啊，我们邓杰学长啊，他分享的是要省水、省电，生活的一个小事情呢。但是你用的心是为了整个地球的人着想，为了虚空法界的人着想，那你省一滴水跟省一度电，功德福德都非常大。 啊，所以缘解很重要。那我们再拉回来，我们刚刚讲到的普贤行啊，我们修普贤行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只要不修普贤行，就跟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。我们学贵立志啊，我们立了什么志？ 现身幽入圣贤之欲是吧？重还有另一个重点呢、啊，抱尽高登极乐之乡，这一件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为什么？师长老人家说的，你不往生西方啊，你传统文化呢，只可以做一世。 因为你没求求生西方的话，那你这一生做传统文化会修不蛮大的福报嘛？啊，今天师父也讲了，哪个功德最大？亡国不怕，怕什么？文化断绝了，哇！那人类必须重新摸索。你看我们一生，很多人都到三四十岁了，都会感叹一句话。 假如人生可以，是吧？那可不可以再来一遍？不行，人生的经验、历练、智慧的积累是不容易的。哦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文化传承？因为传下来了，那我们所有炎黄子孙的人生都是在五千年智慧之上来经营。 所以，很多老实听话的人，二十几岁就开悟的，在我们历史当中还不少。他们就有大福报。好，所以文化沉船最重要。我们现在来做这一件事，叫五千年代头等好事。为什么是叫头等？因为以前还没有出现。 文化断绝的危险，以前没有，现在出现了。刚好我们就遇到这个文化危急存亡之秋，就遇到了这个时机点。那我们当仁不让来承担起来。啊，只要这一生全心全意为文化沉船。 以此功德回向西方，决定往生。这个是师父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哦，那这个是同是不是这一段话？是不是师父给我们受记啊？就像印光大师说的：“果能依我所说修行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那印祖讲这一段话前面的开始不长吧？ 无论在家出家，必须上进下和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啊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。啊，好，就这一段。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 然后常生惭愧心，及忏悔心，纵有修持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自惊夸，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时是凡夫。好、哦，这一段话呢，那可能才一百多字吧，不长啊。 但是接下来印主说：“能照这样做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这受记了，告诉大家，这些大修行人讲话，他是性德流露，他都是跟经典相应的。我们不要小看印主这一段话，里面有什么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、六度。 普贤十愿，都是性德嘛。这五五个科目都是性德，都在里面的。好，往生西方是成佛啦，那成佛的法华，法华经，当生成佛的经典呢、啊？唯有一成法，就是一成就是成佛、啊，无二亦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 说二说二层，说三层，说五层是方便说，一层才是彻底究竟。《法华经》的精神有四点，所以师父老人家说：“你这一生弘扬传统文化，以此功德回向，可以往生，这个是符合《法华经》的当生成就的教理呀、啊，这不是随便说的、啊。” 《法华经》的精神，啊，你当生成就呢？四法，啊，哪四法呢？第一个，接受诸佛护念，啊，我们就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接受诸佛护念，这是正修；其他三点是助修。印祖刚刚的开示，那个念佛讲的最长。 那是正修，其他的三福六和三学六度是助修，正助双修都讲得很圆满。哦，好，那接受诸佛护念，《阿弥陀经》上讲的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嗯。而且这个佛号的功德啊。 不可思议啊！那个我们黄念祖老居士啊，他是他是理工科的教授，他常常都用我们理工科的语言来诠释经教啊。他说这一句佛号啊，就是数学里面的无限大很多人一学佛，哎呀，我以前造的业不少啊。 啊，那个都是种子啊，因缘汇聚时，果报还自受啊！哎，越看越害怕啊！好，我们待会再来分析因缘果啊。哎呦，刚好有同学有问到，那你所有的业啊，它是有量的，这一句佛号怎么样？ 无限大，所有的有限遇到无限大都会怎么样？消融掉。好，For example，阿舍世王，佛陀那个时代的吧，杀父害母，罪业重不重？非常重那杀父害母是一个忤逆罪啊。 他还迫害佛陀，那忤逆他几乎都犯了。哎，他临终忏悔，然后念佛。哦，所以两种人可以往生呢。一种就是忏悔的力量很大。罪从心起，将心忏；心若空时，罪亦亡。 真心里面有没有六道轮回，有没有罪业？啊，他忏到他的性德透出来了，这个宵夜是力量非常大，啊，这忏悔，但是他也念佛啊，是吧？然后他念念很短的时间，他就上品，终身。你忏悔不念佛，也不能往生了，是吧？ 你一念佛，跟佛的四十八愿相应了。好，那请问大家，他从地狱被拉去成佛，那念的就几声佛号，这个佛号功德有多大？不好算吧？啊，这个是印度佛陀时代的，我们拉回来中国唐朝，善导大，哎，不，唐朝的张善和。 一生杀牛，临终地狱像现前，所有的牛头要跟他逃命了，他吓得大叫啊！刚好有一个出家人经过，听到那个声音了、啊，进他们家，劝他赶紧念佛，他念了十声，就往生了。啊，所以请问佛号的功德有多大？ 哦，所以师长老人家很喜欢思考，啊，所以我看有一些学长也很喜欢思考，然后呢，他们也有一个困扰，说我这样算不算胡思乱想？啊，其实呢，只要你的思考不离因果在思考，那不是胡思乱想，啊，你再把什么原因给它找出来。 啊，这个不是胡思乱想，哎，你那个毫无道理逻辑乱想一通，那个是胡思乱想。我们再拉近一点，啊，因为现在人，你给他说东啊，他会说西；你给他说古呢，他说那是古代的，现代做不到。啊，然后你就拉回来，啊，在这个。 文革前夕，啊，那是六零年代了。江苏有一个人大代表，啊，叫某某人，对不起，我年纪大了，没记起来。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》讲记有讲，哎，人大代表，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中医，那看的病人排队啊，排的很长，一天呢。 赚一两黄金的钱，你看他医术多高，啊！结果呢，他有一个弟弟，因为家里富有啊，啊，他那个弟弟是算是他父亲的妾生的，哦，然后就喜欢吃喝啊、嫖赌这些都有，哦，结果后来呢，他这个弟弟母亲去世了。 他都是吃喝嫖赌玩乐，就是阔少爷，啊，结果就，只是他母亲去世了，因为他自己这个哥哥啊，学佛，就要帮他，这个算叔母，啊，念佛送终，他这个弟弟就留下一个印象，啊，要死的时候念佛，结果等到他自己夜报现前呢、啊，看到地狱了，赶紧叫他哥哥来。 他的哥哥说：“你赶紧念佛。”他因为看到母亲有这种这个种子，他就赶快念佛，念了很短时间呢，见到阿弥陀佛把他接走了。哦，好，我好像了解我们这个学长当中也有很亲的亲人，也是业报现前。后来这个刘素云老师。 给他护持，他也是很短的时间念佛，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这些更近的公案，你们假如说那是几十年六零年代的，那你就再端一个热腾腾的那个公案给他。啊，所以大家的故事跟公案呢，要多准备一点，啊，给大众啊起信。啊，所以这个是无限大。 所以，不管你有多大的罪业都不怕，不管你是善根福德因缘都不具足都不怕，你只要老实念佛，那善根福德因缘的增长，那是快速的增长。很多念佛公案里面都有啊，啊，不是有念佛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智商有问题啊，然后就很可怜。 有一个道士就看他可怜，收他为徒，是吧？王哦，王呆头，哦，这个都是真的啊，这个、都是记录的、啊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这些记载的王呆头啊、哦。然后那个道士就觉得他很可怜，就收他为徒。啊、哦，那他什么也不会啊，什么字也不认识啊，啊、哦，让他做做内务啊，然后就。 叫他念佛，啊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就这样，他就这样一直念，一直念，突然有一天就大笑，哈哈哈,哈，一直笑，啊，然后他那个，他那个道长，他的师傅就是觉得他，那个那个不守规矩，就拿那个棍子要打他嘛，要打他,他，说你今天不能打我了，啊，他开悟了，哎，就念他开悟。 不是平常啊，他哪些动作不对了，他他那个师傅就拿拿棍子敲打他嘛。所以那一天他笑了，可能他师傅你发什么神经，要 <laughs> 打他。他说你今天不能打我了，好，然后就劝他师傅你不要学那么复杂了，就那么就。嗯，所以什么都不怕，你已经遇到，就是我们。 俗话讲了，你已经中了佛门的第一特奖了，你好好抓住这个机缘啊！所有的遗憾都不是遗憾了、啊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接受诸佛护念，一念相应，你就一念佛啊！这个法门叫他立门果教派。 是他利靠佛陀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，诸佛加持，而且是果教派。什么是果教派呢？其他的法门呢、啊、是修因得果，啊，这个法门呢是直接从果起修，啊，所以这个法门的标志是莲花，啊，一般树都是什么开花？ 然后最后才结果，啊，它是先有因，先开花后结果，啊，这个法门用莲花来代表因果同时，花开了，莲子也长在里面了，因果是同时的，啊，从果地上修，就是把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。 啊，他依正庄严的功德，拿到我们阴地上来修。哦，那这个就是即修即果，等于是阿弥陀佛果地上的果实，拿到我阴地上来修。啊，所以我念一声佛。 就设阿弥陀佛圆满的功德成我自己的功德，啊，所以叫明朝万德。那他这一个阿弥陀佛佛号里面含设万德，所以叫万德洪明，那是他修出来的哦。然后他以这个果实，那我们在因地上修，所以我们念一声佛号，就设他老人家圆满的功德为自功德。 所以念一句，偶益大师说：“念一句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在其中。”啊，那这个黄念老呢，他讲的更具体，啊，他做比喻，他说：“比方你今天要吃馒头，啊，你要开荒，啊，你还要挑种，啊，然后你还要耕耘，还要施肥，然后把麦子种起来了。” 啊，就要收割啊，然后呢，有经验的人配合一下，我连麦子都没看过，<laughs> 收割啊，啊，制造成面粉还要揉是吧？最后，哇，你看多少工序了，做馒头做好了才能吃一口，啊，这个叫自立法门。 他立法门是怎么修呢？直接馒头给你，你就吃下去。啊，当然要咬一口了。啊，你不咬，但营养进不去；你不咬，佛功德不能设为你的功德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，它简单、直接、方便，就在这个道理。哦，好，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了解的。 这一些事实真相了，就接受诸佛护念。第二个呢，执重德本，积功累德啊，所以我们做这个弘扬文化五千年来第一等好事，这个功德大。这第二，执重德本，当然就如我们。 这个《太上感应篇》讲到的“积功累德”是吧？好，“积功累德”里面啊有一个公案，好像当事人叫葛洪，是不是？啊，人家去请教他怎么修行。 其实他只是呢，每一天都做几件善事，啊，比方说这个椅子歪掉了，可能有人走过去会撞到，他把它摆正，哦，比方说他看到一个大石头在那里，可能有人过去了会踢到，啊，他就把它移开，就是都是他，只要他碰到随手的事情，他就去举手之劳。 都尽心尽力去做，都是一件小事而已。但是他每一天都做很多，啊，其实就像我们班风说的，啊，念念为，哎，这个心能保持，请问大家一天能干多少好事？你在打饭的时候，我都想着，哎，后面还有人要吃啊，那你吃饭也有功德啊，是吧？ 啊，你都去替人家服务啊，通通是功德，生活是功德，应酬嗯。呃，生活是功德，工作是功德，应酬是功德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都是念佛，通通都是功德，因为你是用佛心去做的，你是用三轮体空的心去做的。 啊，你是用你的真心去做的，这个功德都很大啊。所以这个执众德本，随时随地都能修功德啊。第三个是助正定句，助正定句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没有变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弘扬文化，但是要知止，止于哪里？ 极乐世界，你只要有求其他的果报，那就不是功；你求求其他的果报，那就已经不是功德了。有求的心做的不是功德，是福报。那你就有福了，你就要去受报了。但是不一定去三善道哦，因为去三善道，那你要不贪不嗔不吃啊。 贪嗔痴有，可是修了很多福报，到哪里去去想？畜生到龙王也很有福报啊，还有畜生到里面狗也很有福报啊。我们看那个很多那个外外籍的劳工啊，牵着一一头，哎哎，一只一条狗。<laughs> 牵着一条狗，哇，它那个那个毛都很漂亮的，那个都是去洗洗洗洗 spa 的，很干净啊，漂漂亮亮。告诉大家，那一条狗每天有一个人伺候啊。请问在座的同仁，哪一个人有每天有一个人伺候的、啊？我们的福报都比不上那条狗、啊，你知道吗？ 可是他福那么大，他在畜生道，他还愚痴啊！哦，所以啊，真正修行人看破放、看懂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绝不求世间的福报，绝不求来生啊，轮回路险啊，走的都是三世愿呐。第一世修福，第二世一享福就晕了、啊。 第三次就堕落，什么叫堕落？三途一堕，五千劫。这佛在经上讲的，那不是一堕下去像泉水就上来了啊，一下去就上不来了，五千劫那么长了、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哦，所以这个偶遇大师说：“归命大慈父啊。” 早生极乐国啊！弹子归安阳，阎浮不可留啊！阎浮地、阎浮体呀、啊，不好玩呐、啊，一不小心就下去了好。好，所以这个助阵定句很重要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啊，最后一个发度一切众生之心，这第四点。 这是《法华经》的释法，而且诸佛加持你是平等的。可是为什么每个人的受用不同？甚至还有一些是根本加不上去，他有业障，他不肯念佛啊！佛法摆在他面前，他不肯学，他有业障。啊，那这个加持力跟什么成正比呢？跟后面这三条。 成正比，他积极积功累德的人，加持力大，因为他跟佛同样的志愿嘛，以师志为己知，那加持当然大了。第二个，他的目标完全都不动，这加持力大。为什么？你一直想去啊，那个感应力可强了、啊。黄金臂，昼夜长垂。 为许行人独为，是吧？阿弥陀佛那只手什么时候伸出来？啊 <laughs>，你想去，很快就接去了，啊，你就感应了，啊，那当然，假如你好有利益众生的缘，那佛菩萨会跟你再留几年，啊，那个到时候阿弥陀佛会跟你讲，不用操心。 啊，跟后面这三个成正比，入正定局，然后发度一切众生之心，这个心要发出来，同体大悲的心啊，要发出来，好、哦，好，那这样得诸佛加持就大。哦，我们。 刚刚是提到啊，这师父的话，包含印主的开示，其实都是给我们授记，也都是掌握了当生成就的啊这些教理的啊这些行门的啊。那我们再回到刚刚讲到的啊普贤行啊，这个也是当生成就。 啊，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圆成佛道。啊，第一个礼敬诸佛，所以这个是心跟佛一样广大。诸佛那就是一切众生都是佛，他没有差别。第二呢，称赞如来。啊、哦，第三是广修供养。广是什么意思？ 广不是多的意思哦，广是平等的意思，广是没有边界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俗话讲的佛法无边，啊，有边那就不是，那它就不叫广了，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刚刚跟大家讲的，你要圆解，广不是多，多跟少就是相对的。 这广是绝代圆融，它没有相对的啊！一有相对的就分别了啊！分别了，接着就产生执着了。有好有坏，喜欢好，讨厌坏了；有美有丑，你看对待出现了，接着执着就产生了。好，好。 所以这个普贤行，我们也要缘解。所以听经重要，你把道理听明白，你就是用缘解的这种心境去力行，那修的功德是不一样的。好，好。那刚刚我们讲这个夫妻关系，也是落实普贤行。 我们礼敬诸佛，那就看不到他的妄心，看不到他那些缺点，啊，然后称赞如来，就都看到他的优点，啊。那这个是确实是做一个转变，啊，其实《弟子规》上讲的恩欲报，怨欲。 其实我们真的深刻体会到“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”啊，这个做起来确实就不难啊。我们看到师长的嫌疑，连那个陷害他的人呢，啊，来找他，我们都知道的事啊。然后师长啊，对他很亲切啊，坐坐坐，然后拿东西给他吃。 我们站在旁边都傻了，啊，因为事情刚发生不久，那个人还敢来，然后师傅就真的是啥事都没有发生过，那个啊，对他还是很恭敬，啊，那我们还在那里气得牙痒痒的，啊，所以不依教奉行啊，师傅怎么表演呢、啊，我们也不得利，啊，所以承德很多这种好的机缘能看师傅表演。 看不懂的话，福报就折掉了。啊，确实也看不懂。那后来是因为跟大家分享，啊，一上台啊，这个有加持力，下台就不一定了。下台只要有妄念呢、啊，是非人我一起来，加持力就上不来了。台上呢，没其他念头，是吧？你看，没其他念头，有时候还想不起来。 现在忘性太大，哦，还有其他念头就不知道该讲什么，哦，所以在台上没其他念头，好加持，就容易呀，哎，想到一些师傅的行谊，就有所感悟，啊，所以还是感谢大家，不然我还悟不到这些地方，真的都是讲课的时候突然，啊，那个情景就有那个领悟。 那我们遇到师长，不效法他老人家，这个叫自暴自弃，是不是？见人善即思齐，众去远以见机嘛。所以《弟子规》的根我们要不要扎？要啊，这都是《弟子规》上教的、啊、做人的根基啊。 那，请问大家，只有夫妻关系这样相处可以白头偕老，其他的不是吗？朋友相处是不是这样？啊、呃，有一句话讲：“相见易得好，久住难为人”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啦，为什么有道理？ 他点出了我们人与人相处，大部分容易什么？见人过嘛，落印象了嘛。一开始的时候都有刚认识的那种，嗯，用哪个词儿啊？一般男女相识叫热恋期是吧？哦，就是那种刚认识的那个新鲜期是吧？ 都看对方的好，哦，慢慢有看到一个不好了，他就开始发作用了，作用了，作用到最后可厉害了，啥都不好了。所以不是风动，也不是幡动，不是境界有问题，自己有问题。啊，我曾经有一次在珠海讲课的时候，我说夫妻相处的一句真言。 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，就有一个女士，她就说没有优点，喊得很大声，坐在前面前排，然后我就看着她说，我说这位女士，你真不简单，好，你先生没有一点优点，你还嫁给他，你有地藏菩萨的精神。 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 <laughs>？他也听了在那里一直笑。哦，那我请问大家，他先生他认识的时候说他没有优点，他会嫁吗？不可能的。假如他先生没有优点，他还嫁？他是第二个刘素云老师，他功夫可了得。 看刘素云老师，他先生什么情况？精神有问题。你看那刘老师单纯到什么程度？他的同学说：“你看我们某某同学这么可怜，你就嫁给他吧。”说：“好啊，嫁给他吧。”哦，当然，诸位女同胞啊。 这个要效法呢，因为刚刚说见人三七思齐，重气也以见机哈啊！你要傻到那个份上了，你才去练这个功夫哈、啊，不然到时候嫁了以后来找我说都是被我害的。这个所以说话不容易啊，要讲完之后啊，要在另外一面补一下哈、啊，不然到时候人家出事了。 也是有连带责任啊！啊，所以有一句话说啊：“心地纯厚，敬道义啊；四字变冲，得道难。心地纯厚，那个厚在哪里看到？完全不认、不见人家的过，甚至人家在讲自己的过的时候，他难受。” 赶紧给人家台阶下，厚道啊！我们现在是恨不得好好痛快的骂他一顿，啊，人家是见到人家在批评自己，他心里难受，啊，谁给我们示范？不张人短的，许俊医生。 他在片子里面出现好多次啊！啊，比方说，他不是留下来给那些病人治病吗？哦，他要去看病以以前呢，不是跟着两个同伴吗？哦，啊，结果治完病了，这两个医生就开始。 哎，你看，就样给他看一场病了，啊，结果也不拿点钱来，是吧？啊，那这总歪一点的可以出来。你看许俊听了，马上，哎，我们赶路吧，就不忍心听那个批评人家的话，啊，他们在批评老百姓啊，啊，我们走吧，就不要让这个批评。了。 继续下去了，哦，再来你看，当时候后来他留下来，是不是有一个陪他？哎，结果后来那那个朋友也是为他好，你会赶不上的啊，啊、哦，结果老百姓急了，你要走你自己走，你你你呵呵轰他走吧，啊，结果那个医生说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已经一一天一夜都没合眼了。 你们既然这样对待我，结果你看许静怎么说？你你不要，你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在意，他们也只是一时心急而已。可他听到别人批评了，他很厚道，马上呢，把他转掉或者给对方什么台阶下来。好，哎，再来还有一幕。 那个万万万石是吧？把他夹持到他们家去，有没有？他已经赶不上了，最后夹持他，你一定要到我家来看他那个那个老老妈妈嘛，哎，他就眼看着就要毁掉我的前程的人呢。 你看他马上专注的帮他治病，他的母亲治病，治完以后还从自己口袋里掏了一些钱出来，然后对万子说：“我开的这个药啊，你因为你妈妈身体比较虚弱，必须吃一点补的东西，不然怕扛不了啊，所以你买一些给你母亲吃。”说到这里了，万事怎么样？痛哭了。 被他的德行感动了，哎呀，这个都是我爱你的、啊。你看许清大夫说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我妈妈说啊，死了以后可以好好的睡。哦，其实我只要在加紧脚步，可能还赶得上的。你看，还给万事台阶下。哎，哦，所以这个。 心地纯厚啊，敬道义呀、啊，容易呀。所以我想，像刘素云老师这种善根，那一辈子绝对没有占过人家一次便宜的，厚道啊。哦，好，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啊，这个女士说没有优点，其实真的。 都是他自己变现的世界，啊，从情人眼里出西施变成没有优点，都是自己的心造的，跟别人没有关系。好，那这是夫妇相处。事实上，延伸到整个伦常，甚至于延伸到团体与团体，啊，国与国都是如此。 都只看对方的优点，不看对方的缺点，啊，就对了，啊，这样都一定啊能和睦相处啊。这个我们举这个例子啊，就是举一反三，闻一知识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好，再来呢，孔子又强调啊，无道一以。 贯之，那曾子呢？是完全理解啊，所以他回应，因为同学们不了解，请教他。他说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而事实上啊，中恕，我们在给他往深处。 就是一个字，叫爱。就是信德，爱就是信德，啊，信自信第一德，就就是亲爱。啊，比方说忠，啊，尽己之谓忠，推己及人之谓术，是吧？ 那尽己之位中。那你要全心全意呀、啊！啊反求诸己就是中。他的忠就是心都没有偏，他没有往外，他没有指责，他没有着相，他就是往内啊，自己的心通通不要有杂念、邪念，不要有分别执着，中。 所以反求诸己，啊，推己及人，啊，这个是术道，啊，所以一个是往内，一个是往外，啊，那中庸又说，成己人也，成物智也，和外内之道也，那那外内。 内圣，外望。内圣一个字代表忠，外望一个字代表恕。哦，那恕自爱，啊不是，忠自爱，恕爱人，那是不是一个仁爱之道？爱己爱人。 好像是子贡、子路、子贡、颜回跟夫子在一起。夫子问他们：“啊，什么是字，啊，什么是人？啊，这个子路说道：“仁者使人爱己，智者使人。” 知己啊，结果这个子路、子子贡讲啊，仁者爱人，智者知人啊。到了严夫子啊，严回夫子说，仁者自爱，智者自知。啊，那这个公案就挺有味道了，就是物本，欲爱人者。 先自爱，欲助人者，先自助。你要去明清明，要用什么去清明？明明德去清明。你没有格致成正的功夫，习气做主，怎么去修齐治平呢？那不可能呢、啊，做不到。自己不能度，而能度人者，无有。 是处啊，所以我们在清明，在接触有缘众生的时候，还要把什么摆在第一位？成就自己要摆在第一位啊！只有自己是学生，内学借这个缘反观内心。哦，好啊，所以这个一以贯之。 一个“爱”字，贯穿四出四法。一个“中”数，贯穿四出四法。好，那我们拉回来呢？刚好有学长问道：“啊，请法师为众。” 学生阐明：好为人师，不见世间过；教不严，师之惰；亲有过，见始根；过不归，道两亏。五者之间的关联。哦，这个想的可周到了，这是有心人。 我当然，承德看到这里就知道呢。问问题的人是明白人，讲课的人呢不咋明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，我可能讲,讲讲讲讲了这个角度了，另外一个角度没有顾及到，啊，所以可能这个问问题的学长，他已经看到有人听的有点。 搞不清楚了，所以他赶紧写上来，好，再补补啊，其他的角度，啊，因为这几天呢，陈德都一直在强调：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然后强调强调，最后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，人都不看了、啊 <laughs>，不敢看了、啊，不见世间过、啊，我一看我又又要见了、啊。 所以有时候讲课啊，讲讲讲，你讲的不圆融，人家要不偏到这边，要不就偏到那边，啊，结果这个问题一问呢、啊，方方面面就顾及到了，好，因为这个不见世间过，强调到时候大家又偏到。 过不归道两亏，也不干了啊！因为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嘛，啊！所以法是圆融的。假如你觉得这一句跟另外一句是冲突的，我们的理解一定不对。佛法是圆融的，所以你只要这样去思维啊，然后你会往深处更去看，因为一般会觉得矛盾是着相了。 啊，所以其实这个回答，《了凡四训》一开头，啊，有一些儒生去问中风和尚，是吧？他说：“打人骂人是恶，礼敬人赞叹人是善。”中方禅师怎么说？未必然也呀！啊，所以最重要是什么？心。 心是根本。好，那我们也再复习一下。啊、哦，文殊菩萨不是跟善财童子。啊、哦，善财童子是学生嘛？啊、哦，善财童子的善呢、啊，是善良的善。哦，好像有学长以为是拿着人民币刷刷刷刷刷。刷刷刷 <laughs> 善财童子啊，他是表一个当生成就的学生的榜样啊、哦。那文殊菩萨说：“什么是药？取将来是吧？”文殊，呃，这个善财童子说：“通通是药，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属性，都有它的作用啊。你把它用对了，砒霜也是什么？” 好药啊！你用错了，人参也会杀人呐、啊，是吧？好，然后他说：“尽所有都是药。”好，接着呢，文殊菩萨什么是要取将来又讲了一遍。啊，三才随手摘了一个草药交过来。啊，此药能杀人。 也能救人，啊！所以每一个法，我们有没有自受用，有没有他受用？关键的就是我们心用对了没有？心用错了，这个法药就变毒药，自己生烦恼，亲人也痛苦，因为被压迫的很难受。 那自己心态对了，有自受用，自然有他受用，自他不恶。一报随着真报转。所以我们学佛了，你的另一半都笑不出来啊，铁定我们有问题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啊，只要有摩擦，只要有。 对立的气氛，两个人是一般见识啊，所以我们这个成语里面说“半斤八两”，“五十步笑百步”，程度差很多的对不起来。比方说，一个明白人，一个糊涂人，他不会对立。啊，大顺是明白人，他的父母弟弟糊涂。 有没有对立？没有，负罪隐特哦，哦，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啊，就怕什么吃亏啊？为什么不是他承认错，就谁我承认错？他错的比我还严重啊？为什么不是他退，是我退？我已经忍了多久了？哇！其不管是。 这个对错多少了、啊？其实都是错的嘛。哦，而且换一个角度讲，就是因为对方让我能看到我有这个习气，哎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叫什么？开悟哎，所以对方让我们开悟啊。 不然，我们今天空过。一日不知非，则一日安于自是；一日无过可改，则一日无不可尽。所以，我们见到这个人会生烦恼，这个人是我们的大善之士。有可能，我们见到善缘的人呢、啊，相处了十年，他还没有说我们一个问题。 我们还查不到自己的过啊！哎，这个人一出现，我们马上情绪就波动了，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啊！我们还没有往生西方啊，说不定是普贤菩萨来护你的啊，观音菩萨来护你的，这说不定啊！啊，不然，当前我们身体还健壮，这个习气都伏不下去，临终能得利吗？ 对呀、啊，现在身体还硬朗，都都扶不下去了，还等到哎呦哎呦，那个时候就更没有功夫了。人一生病，躺在病床上三天才知道，哎呦，生病的时候要念佛可不容易哦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这这些我们看了会起心动念，会有情绪的人，真善之士啊。 所以，师傅也是教我们怎么修冤亲平等，把那个冤摆在前面。哎，但是这样的因缘呢，往往都是比较清净的人，其实他们都对我们都有很多恩德的。时时提起来，慢慢的那些怨呐，就慢慢就下去了，就转过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要做个转变，对父母，对一切人。 对清净的人做个转变，念恩忘怨，这个才跟普贤行相应的好，好，所以这个药要会用啊，跟大家举个例子，佛法讲，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。 哦。又说为诸树类做不请之友，哎，这里有没有冲突？只闻来学呀、啊，他来啊，未闻往交啊，我不能去啊。啊、哦，另外一句话是：众生没请，自己来呀、啊，为诸树类做不请之友。 两句有没有矛盾？没有。好，那大乘佛法，一个是爱呀、啊，爱的教育啊。那请问，子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有没有自爱？有啊，代表什么？我们不要好为人师啊，觉得自己可以教别人啊。 其实，客观的来讲，我们都是成年以后才学传统文化的。要调伏到自如全圆，行可以为表疑者，人师也。要到这个境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哎，假如我们起个念头，我可以当人家的老师的。 啊、哦，当然这个是指在修行方面。你说你今天教幼儿园，那你教的是小朋友，哦，那当然，啊，他说到这里啊，其实教幼儿园呢、啊，也要防止好为人师为什么？有时候那孩子心很清澈啊，他没啥面子哦。 他也没有分别心哦，有时候他那种性格亮光点呢，你会欣赏的话，哎，你会越来越年轻哦，越来越有赤子之心哦。当然，他行为错了，那个你要纠正他。哦，好，那假如是在修行，在传统文化佛法的领域。 我们起个念头说，我们可以当人家的老师，这个念头很可能就会增长慢性而且会不自知自己的程度。好，那承德说到这里啊，你们可不要有些是团体的负责人，一回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通通不要叫我老师啊！哇，那你的学生就。 憋得很啊、哦！要随缘，但是要明白，要清楚自己的状态。人家叫老师，那是成全他的恭敬心，可是自己要战战兢兢，不能对不起他，不能对不起他的父母，所以那一声老师。 是提升自己，也是利益到对方，自他都受用，是吧？假如这一声老师一叫啊，我们越来越共高我慢，哦，那自己习气现前呢？请问这些学生会得利益吗？共高我慢会在哪里显现？ 绝对会在讲话的时候不经意就出去了。那你的学生尊重你啊，你讲错了，他还不能判断的时候，他也觉得对呀、啊，所以他就不知不觉在学。啊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强调家文化里面，啊，师傅讲经的时候说，在大家庭里面，所有的长辈都有一个态度，有一个共识是什么？ 小孩子在不能给他们不好的影响，一言一行都要做榜样，是吧？就是这样的一个责任感很重要啊。嗯，好，所以任何的京剧你拉回来，自受用跟他受用，那个毅力就出来了，那个正确的心态呀、啊、就可以提起来。 所以今天，啊、哦，只闻来学，未闻往教，就是我们不要好为人师。然后呢，学生是什么？他主动来学的，他就珍惜。啊、哦，你主动过去的，他又不珍惜。然后你讲讲讲，他又不入心。啊、哦，原来佛法只是这样。我啊，把他佛法的缘提早给报销掉了。 结果你热心还干了坏事，缘不成熟，你去攀援。了、哦。好他主动来了，他恭敬心现前，他受用；然后你也不好为人师，你也自受用。哦、那喂诸树类做不请之友呢？他对峙什么？对峙我们自己，就是慈悲心不够啊，不够热心啊，只顾自己呀、啊。 明明你那个临门一脚一踢，他就受用了，你还不去？那这不对呀、啊！对峙我们这个只顾自己呀、啊，小成人的习气，所以未诸数内，做不请自由，那对方也得利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好为人师，那是对峙我们的傲慢。 可是，当有机会出现了，对方信任你，哦，然后你又看到他有这个问题，他也信任你，你不跟他讲，那个就是对不起人了、啊。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呢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所以这个人皆好为人师，提醒我们啊。 结果提醒到你，最后变成恐惧了啊！我不能好为人师了。哦，然后连可以劝他的时候，你也不劝了，那不就把这个药都用用对用错地方了？那这个药的功效就用不出来了，反而有反效果了。啊，所以每一帖药是对治我们什么？ 我们明白，啊，不是着在这个行为上面，依义不依语，好，好，啊，你比方不见世间过，这个也是对自我们见人家过，那教不严，师之惰，这个也是对自我们当老师的人要。 很勤奋呐，哦，不能懈怠呀，啊，那这个，亲有过，见使更，过不归，道了，这个都是强调我们都有这一份道义，应该去劝善归过，哦，好，那教师指出学生的过失。 帮助学生成圣成贤，尤其是这个学生肯受教，此种行为是否算是好为人师？那这个就不算了。啊，亦或长辈对能受教的晚辈，是否算是好为人师？这个也算是爱护护念，这个不叫好为人师了。啊，但是这个要看实际情况，就是你劝了之后，他真的受用。 那这个算呢？哦，因为最后的判断都是自己判断。哦，这个时候是自我、啊，你还要客观看对方有没有受益啊？哦，不然你当领导或者当老师，你的学生跟底下人事实上跟你生活在一起，压力特别大。 然后我们还自己觉得，我我在善相劝，德皆见呢，过不归，道两亏啊。那自己看不到内在那个给人的压力的时候，那所有的经教都是照自己的意识去领会、去解释的，那就又入了一个误区，叫什么？合法掩护非法。 其实我们心念偏了，但是我们都用经教把我们偏掉的心态合理化。哦，好，那这样的情况要破掉啊，没有别的，真的肯听别人的劝谏。其实实实在在话呢，在我们这样的团队里面呢。 你说他要谋私利呀、啊？哦，要勾心斗角，要达到他什么名利了？那这个是很少的，是吧？当然，大家都还在修行，都还有习气了。有时候讲话没顾及你的面子，种种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啊、哦，但是还是一个什么提醒你成就你的心呐、啊？啊、哦，而且。 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！哦 <laughs>，我们昨天念那一段范存仁的话：“人虽智愚啊，择人则明啊，看别人缺点，他是旁观者，也、哎、看得很清楚啊。那虽有聪明啊，恕己则昏。我们假如宽恕自己。” 就慢慢就看不到自己问题了，所以只要别人肯提呀、啊，你真正肯接受，都会有受益。啊，我们学唐太宗啊，我们干五千年第一等好事啊，要成就千年盛世啊，这个功业不比唐太宗小哦。要不要学唐太宗的胸怀？要哦，唐太宗不是纳谏哦。 唐太宗是什么？求见呢？求人家见见呢。而且求见呢、啊，人家指正他哦。指正完下去了，旁边有听到的臣子说：“陛下，他批评的太过了吧？你看你根本没有这些问题，他还批评你这些问题啊？你怎么没有给他纠正呢、啊？” 唐太宗说：“我假如纠正他了，他以后劝我啊，他就有顾忌了，他就不敢讲了。啊，甚至于我纠正他了，他一出去又说啊，我讲什么，陛下给我否定掉了。那这个一传出去，那有可能影响别人放开胆来劝我了。所以人家劝他错误了，他还。” 不去支持对方，他包容到这样的一个度量啊！唐太宗是谁？历史当中这些有成就的人，我们都应该什么效法他们呢、啊？这是世间的圣王哦，还不是出世哦？我们现在要当生成佛嘞，这些都得效法。 这个有这个成家的学长，啊，你们假如内功练的差不多了啊，回去呢就请你的另一半呢给你劝谏，哦，然后你呢先练一天佛，再做比较好一点啊。这个加油加多一点，啊，你假如真干的话，可以这么去做。 你真看了，真接受了，从这里下功夫，一报随着，真报转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哎，一真一切真，一忘一切忘，啊，你假如说，你看所有的人都认同我啊，就我那另一半挑我而已啊，我应该是做的不错啦。 华严经上讲：“一真一切真，一妄一切妄。”啊，因为看得最清楚的，因为外面的人还没看那么清楚啊，里面的人看得最清楚。哎、哦，好，我们就不说别的。历史当中，范仲淹先生呢、啊，司马光先生，啊，唐朝这些宰相啊，名相。 请问大家，他的太太对他佩不佩服？这世间的圣贤哦，佩服啊！会不会顶他？不会哦。而且他出去在外十几年，一句怨言都没有，因为他的德行感动了他的另一半嘛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是。 当身要成佛，感动不了另外一半的话，很难这一生成就、哦。哎，哦，所以这个十八铜人阵要不要打出去？关关难过关关过，就挑最难的一关下手，这叫真干。 陈德讲的不一定对了啊，就再听我一句。假如啊，另一半不认同，我们在外面形象又很好啊，人家都认同啊，很有可能是事有行人不救自兴啊，但知外物啊，或好利养。 我好明文的、啊，这个是很无形的。所以，假如我们没有好名，就是没有面子的话，另外一半讲我们，我们是不会生气的。哎，所以这一些东西看不到啊，外面的好像又人家又赞叹更多啊，有可能是让我们更不看清自己的状况。 啊，所以拉回来佛法讲，佛法讲的都是究竟彻底之法。我们为什么佩服佛菩萨？因为他讲那个理，我们想破了脑子都想不到。他完全是彻底明，呃，彻底圆满的。佛门讲一报随着正报转，我们相不相信？ 要信佛啊，所以李炳南老师那一只手指着谁啊？指着我们这些宝贝徒孙啊！啊，你不要说指着老法师啊，哎，都是在护念我们后世的人。你看他老人家讲了两句很重要的修学的指导，李炳南老师说。 白衣学佛，不离世法，必须敦伦敬奋，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，好像是逃避家庭责任呐、啊，流弊很大。白衣学佛不离世法，必须敦伦敬奋。处事不忘菩提。你处事待人接物。 不忘菩提，要在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行解相应。啊，今天师父又强调解行，强调啊，这个有解无行，增长邪见；有行无解，增长无名。啊，这个都是强调，一定要解行相应。 而且李炳老还把这两个字怎么样换了位置，行解相应，提醒我们不能离开五伦修行啊，不能离开本分，而且一定要重行，不然又掉入了学知识的惯性了。啊，这个行就提醒我们，体会得一句啊，就好好的干一句。 这真学佛。我们有时候冷静想一想啊，学了这么多年呢，勘验我们自己啊，老法师讲的一句我们都没做到，佛讲的我们一句也没有做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哦，那假如我们真的体会，我一句都没做到了，那怎么还有的傲慢呢？ 我们就惭愧，我们糟蹋佛陀、糟蹋师父的教诲了。那个惭愧心很深啊不可能去见人家过了。哎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再拉回来。佛讲的医报随着真报断，我们信吗？啊，我们真的信呢、啊。 那最近的医报是什么？身体最近呢、啊？哦，所以承德就做的很不好啊，所以身体不健康啊，慢慢要痛定思痛来调整啊、哦。身体最近的医报，再延伸，家庭是医报啊。那家庭还大了一点呢，夫妇是医报啊。 自己的心是正报啊，所以君子之端，照端于夫妇啊，他是不是真的君子风范呢、啊？怎么勘验？夫妇关系就勘验出来了。好，团体是医报，你的家庭就是正报啊，你的心就是正报、啊。 再这样慢慢延伸出来，那这样我们才是真的相信，医报随着正报转。不容易啊！真正面对情况发生、问题出来了，能够不互相指责啊，也不容易啊。都容易是看别人，不是看自己。别人只是我们的什么？ 医报啊！所以不是尧舜要有这样的心境啊，每一个人修行人都要有像他们一样的心境，叫万方有罪，罪在正宫啊。哦，《增广贤文》讲的。 闲人真醉，大家听过这句句话吗？闲人真醉，愚人真理呀、啊。这一句话，尤其是家庭的关系呀、啊，家庭是讲情义的地方啊，家庭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。哎，在家庭里面一讲道理，感觉怎么样？伤情。 德育故事里面表演的好好哦，都不看别人错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少弟话扫他四个嫂嫂哇，那吵起架来，冲突很大，还抄家伙啊，都出来了。他还没嫁过去，人家说啊，你嫁过去就完蛋了。他嫁过去了，他很坚定。人之初。 性本善，加过去了一年的时间，他四个嫂子说：“吾吾嫂吾婶大贤，我等非人。”哎呀，我这个吾婶呢是大贤人，我们真跟他比真不不是人了、啊，都被他感动了。哦，包含谬同自抓，啊，他的。 弟弟要吵着分家，他觉得自己做不好，自己给自己打脸。哦，后来他家里人很惭愧啊，贤人争罪，愚人争理呀、啊啊。好，好。那这这个学长讲，修行人是否应该以好为人师，不见世间过来，时时警测自己？ 是的，因为四大烦恼，常相随，这个都是傲慢的表现啊、哦。要把它调伏，而非用其评价他人。哦，那当然，你不能说，哎，他好为人师哦，啊、哦，他见人家过、哦，哎呵呵。当我们说别人好为人师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什么？ 好为人师嘛？那我们讨不讨厌别人好为人师？讨不讨厌？讨厌嘛。那当我们察觉我们也好为人师的时候，那以责人之心什么？责己呀、啊！哇，那对自己修养帮助就很大了。哎，哦，好。 所以应该讲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你不希望别人好为人师去压别人，我们自己也不要好为人师去压别人嘛？哎，好。若他人指出我们的过失，我们是否应以大心量、感恩心来接受指正？对的。 啊，甚至于他讲错了，你都能包容，啊，他提你三点，有一点对的，你就感恩那一点；可是另外两点不对呀、啊，另外两点还要感恩，因为他帮你练忍辱。人家批评你不对，你还能忍，这个才有功夫啊！哦，好，好，哎，接着啊，学长讲“存心二字”。 是否在全释好为人师，不见世间过时最为重要？对的，这看到根本了。啊，不放在心上，是否也很重要？当然，要不放在心上，才能不见世间过。可是这个不放在心上，也不要用错了。什么不放在心上？ 别人的过不要放在心上，分别执着不要放在心上，那可不能责任都不放在心上啊，是吧？那就叫不负责任 <laughs>。所以这个法不能用错了啊，这个不放在心上是指邪念、妄念这些错的东西不要放在心上。 对的东西呀、啊，道也者，不可虚于离也，啊，要时时能提得起来，不能不放在心上。哦，好，那当然不是让大家时时都把一大堆经典就在那里背，叫放在心上。 你平常不让妄念进来，时时保持清净。你所读过的这些经教啊，在适当的时机一出现，很容易就正念就提起来了。当我们把很多杂念、这种别人过失放心上的时候，遇到境界，经教提不起来。 清净心生关照，清净心会生智慧啊。好，啊，这个问题呢，跟大家回到这里。好，最后呢，啊，有学长问到如何能够降服恐惧心？当然，因为什么事而生恐惧，这个要先了解。 我们也要谨防一点，不要好为人师。别人问我们一个问题啊，我们要先把它搞清楚客观状况，再回答。不然有时候人家一问，我们很多大道理啪啪啪啪,啪都过去了，可能还没有讲到他的那个点上去。可是你一问一下，那是哪一些恐惧心呢？ 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有恐惧？这就把客观状况给问的比较精准。哎，好，总归一句话，不管你是有恐惧心，还是有烦恼，师父今天讲的，理得心就安。你用哪一个理来调服你的情势，调服你的？ 恐惧心调伏你的妄心呢？调伏你的分别执着，你只要找到这个教理，就可以对峙的。哦，就可以对峙的。啊、哦，那这个对峙的法呢，自己找到了，比别人跟你讲更好。你自己静下心来。 读这些《弟子规》的经典，或者佛经的经典，或者回想上师啊、师父啊教导的这些，可能就有对治的法。哦，那当然，对治的法当中啊，还有浅深不同，功夫不同。可是你不能说功夫浅不好，他现在的程度只能用浅的，那你让他用深的。 他用不出来，反而出事了，是吧？比方说一个好色的人，你说立誓练心啊，那你让他在女人堆里练练看，不练出事才怪啊！所以忍辱对峙成恨，黄念祖老居士开出六个人，都是忍辱的功夫，力忍压下去。 你要压下去，那症状解呀、啊，症状解总比出事好吧？那后面的功夫我们还没到，先用利人也对啊，最契机呀、啊。利人、忘人，宰相肚里人撑船啊，不要见他的过，算了吧。忘人，凡人反省自己，喜观人，观他的因缘啊。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 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啊！如入，哎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好，观人。再来呢？喜人，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我的欢喜呀、啊！看到每个人都是佛菩萨，欢喜呀、啊！最后一个慈人，同体。 大悲的词人，啊、哦，这六人。好，抱歉了，今天时间过得太多了，啊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